嗨，朋友们，大家好啊！好像一个明星啊！我叫豆豆，今年25岁了啊。其实对于一个男生来说，25岁是一个很微妙的年龄，你生理上的那个开关基本上就被关掉了，对吧？不会再长了嘛，对吧？我现在每每洗完澡都会看一看镜子里的自己。OK， 我的身高呢就定格在了1.68米啊，这其实是一个痛点。我现在去坐地铁的时候，和很多女生一样，我一定要找到一根属于我自己的杆子，我心里才会有安全感。我要么扶着它，我要么靠着它，我要么抓着那个吊环，因为我一般抓不到上面那根杆子，我只能抓到那个吊环，而且吊环这一般都会有个广告，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挺巧妙的。啊，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是我跟庞博两个人去公司改稿，早高峰非常的挤，我们被人流涌到了车厢里面，谁都没有抓到杆子，我心里非常的紧张。果不其然，车一开我就往后倒了一下，然后庞博就扶了我一把。然后他对我说，你可以抓着我的包。当时我觉得我好娘，但是我想他也没有抓着杆子，他是怎么站住的？我就抬头看他，哇，庞博用手顶着那个车厢的天花板，像钢铁侠一样，他好 man 啊。25岁这一年也迎来了自己人生上的一些小小的变化，我也交了自己的女朋友啊。我也发现其实爱情好像也不全都是美好的滋味，对吧？我们也在一个磨合的时期，我的女朋友呢，她分不清东南西北，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分不太清，对吧？对吧，年轻人不太会用这种 old school 的变位方法，对吧？大家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定位系统，找自己的参照物，对吧？我的女朋友就是三个参照物：全家、星巴克、地铁站。每次打电话问她，你在哪？啊，我在全家这旁边有个星巴克，后面就是地铁站。在上海，这三句话你说了像没说一样。你站在任何一个地铁站，放眼望去，四个星巴克。我女朋友出门以后，她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她只看导航，她只看导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一个女生看导航，我女朋友点开那个手机软件的时候，那个导航软件的时候，她会先跟着那个光标转上那么一圈。憋不住了，憋不住上吧。像一只进化的数码宝贝一样，他得先跟那个光标呼应上，然后他就把自己托付给那个光标了。他会把手机卡在自己的胸口，鼻尖所指的方向就是目前光标行进的方向。行吧，行。而且我们都用过导航软件，对吧？你刚点开它的时候，它的 GPS 信号不是特别的强，会有一些小小的错误。我女朋友大概走出去10米，发现自己走错方向了，她会有一个非常迅猛的转身，那个转身你们有没有玩过那个神庙逃亡？就是那种不做任何准备，没有任何思考，那个转身快的姚明都防不住。这个梗确实有点直男。阿金卡卡，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他要去个什么地方，他说他来导航，我就跟着他的导航走。到了一堵墙的面前，他停了下来，是那种很淡定的停下来，没有很慌张，没有啊，这是哪里？没有，很淡定，感觉他在等这堵墙，感觉他在和这堵墙排队。我在边上，我很着急，我说，我们在等什么呢？导航说这里要直行，
这是一堵墙哎。我知道，但是导航说这里要直行。宝贝儿，你知不知道墙是什么意思？墙的意思就是拒绝的意思 ，refuse。秦始皇当年为什么要造长城？为的就是让那帮敌军来到这座长城下的时候，哈。走吧，长城，这怎么打？换作是我女朋友，她可能会改写历史，对吧？我看导航说这里要直行。完蛋了！哇，长城压力巨大。他要是直接私奔了，他那是女神啊！25岁了，也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上升期啊！今年也办了自己全国的巡演，去到了很多的城市。我发现，在很多城市的地铁里都会有这样一个违禁品宣传片，就是告诉大家什么东西你不要往地铁上带。我觉得大家大概的意识里是知道我什么东西不要带到地铁上的，但是这种宣传片它往往拍得非常的奇怪，就是会有一个大哥，他拿着一箱子所有不能带的违禁品，放到那个安检仪上，然后那个安检人员小姐姐会跑出来，哈，这个啊啊，然后那个大哥啊。你们去想，那个箱子里装的汽油、硫酸、烟花，这么大一个煤气罐，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没有一个人他的爱好是去搜集所有的地铁违禁品，装在一个箱子里，也不盖个盖子，像一盘菜一样端到那个安检仪上，说我今天叫富贵险中求。结束了，那你们我回家了，我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不比了，不比了。那箱子里还有一把弩，一把弩，谁要带一把弩上地铁？一把弩哎 ，cosplay 绝地求生吗？一把弩哎，而且你都带了一把弩了，就未必要过安检了吧？会不会太讲道理了？这个杀手确实不太冷啊，你们大概都能想象到他收到那条任务短信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今天晚上8点半，人民广场国际金融中心，把张氏集团的大公子做掉，不要留下任何的痕迹。人民广场那还是地铁方便啊，对吧？大家好，我叫豆豆，今年25岁了。说实话，我前24年都是相当自信的一个人，心理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的焦虑。从小一直被家里人夸到大，见到亲戚朋友都是，哎，豆豆挺帅，挺帅的嘛，小伙子挺帅的，对吧？你们能感受到那种敷衍？在长辈的概念里面，你只要五官没有太大的缺陷，你不要少个眼睛什么的，你都可以不用帅这个字来形容。直到去年我参加了个节目，叫超新星运动会。完了，世界观崩塌了。啊，这帮朋友真的太帅了，对吧？我就发现帅和挺帅的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这个节目他会邀请很多男团的 idol 啊、小鲜肉啊、练习生啊，我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混在这个里面，对吧？他们的名字你们也应该听过，像什么于晓彤、周俊伟，哇，他们那么帅，真的帅，你知道吗？打在你脸上的那种帅，吸引人目光的那种帅，就是我，就是那种帅。作为一个同性，你看了之后完全不会嫉妒，你只会觉得 OK。 他好自如啊。我跟这帮朋友待在一起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每天一起训练录制核酸检测，我一睁眼就是他们。朋友们，我都开始自我怀疑了，这个世界上只有我长成这样吗？
他们不但帅，而且非常年轻。我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24岁，我觉得也还行嘛。这帮小朋友18、9岁出道了，所以他们对每一个体育项目充满热情。这个运动会我报了射箭，还有武术，武术我还选的相对简单的太极拳。说是运动会，那一个礼拜我没怎么出汗，我天天像个公园老大一样。来了来了，注意安全，活动开，好吧。到了最后一天，有个团体项目，接力赛跑。朋友们，我很久没有赛跑了，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要用我的双腿去战胜别人了。我在生活当中什么时候会赛跑？我在地铁换秤的时候，我看见边上那个哥们走得比我快一点，你在开什么玩笑？他的表演太好，而且我走着走着，我会突然来一个这个，你们会吗？再加速一次，这什么？这生活推了你一把 ，Come on, be quick！ 我跑第一棒，发令枪一响，我感觉身后窜过去三四个黑影，我当时就觉得，我是在前进吗？为什么每个人离我越来越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某一个物体快速经过你的时候，你的身体上会有一些下意识的自然反应的。我不由自主的就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哎，我那天像只会跑的尖叫鸡一样，哎。比完赛，主办方也挺热情的，给我们所有人包了一次头等舱，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次旁边坐的是彭于晏。你们有跟彭于晏坐过飞机吗？朋友们，你们知道跟彭于晏坐飞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就是你会完全忍不住想要看他。这件事情无关乎于性别，哪怕我是吴彦祖，我坐飞机的时候碰到彭于晏，我都会放下手里的行李，雷猴啊。彭先生真的长得有点过分帅气了，整一个在等待飞机起飞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看这个男人，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我一直在看他。告诉大家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常识，就是当你对某个人感兴趣的时候，你当然可以看，你记得用你的余光看，你不要瞪着人家。哪怕我是彭于晏，旁边坐的是吴彦祖，吴彦祖一直这样啊，你嚼的这个是什么呀？益达无糖口香糖，嚼出我的范儿。兄弟，要不来两粒，也挺奇怪的，对吧？紧接着飞机起飞了，进入到了平飞的阶段。大家在平飞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彭先生开始给他的朋友发语音了。我是真的没怎么见过世面，我给空姐叫过来了。我说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他可以上网？空姐也很礼貌、很小声地告诉我，先生，其实你也可以上网。那我要怎么上呢？空姐说，哦，先生，你扫前面靠背上的一个二维码就可以了。我说我没网，怎么扫这个二维码？空姐说，对，先生，所以你是在起飞前扫这个二维码。可以。我起飞前没有扫二维码，我都在看彭于晏，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所以我当时脑子里真的有个想法，要不要让彭先生给我开个热点。哇，感动啊。但是我忍住了，朋友们，我觉得明星跟超新星之间还是应该保持一些距离的。不过在我跟空姐产生这段对话的过程当中，我很明显听到彭先生发出这样一个声音，我说我没网，怎么扫这个二维码？彭先生，我觉得这帮明星朋友平时压力应该也挺大，应该很久没有经历咱们正常人会经历的小困难、小挫折、小尴尬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彭先生会不会来到咱们录制的现场呢？
不可能，他抢不到观演资格。他有网他也抢不到。谢谢大家，谢谢。Yo, what's up,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good? Wow, let's have some fun, okay? 我觉得再不搞一些花活很难晋级了，你知道吗？大家好，我叫豆豆啊，今年24岁了。我发现24岁的我比之前的我已经成熟很多了。我小时候是那种特别调皮的小孩，经常上课说小话被老师抓出来。我爸就是我的英语老师，经常上课就是豆豆啊，不要吵了呀，来站起来。你看你一吵我把你揪出来，你一个人耽误大家一分钟。全班一共45个同学，那就是45分钟，你一个人耽误大家一节课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老师的概念里面，这个动作就像一个程度副词一样，带着情绪，你发现了吗？ Seriously? Really? You have to do that? 朋友们，这段教训通常到这儿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同学敢搭话，敢接茬儿。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个勇敢无畏的同学站起来，老师，那这节课别上了呀。耽误了就耽误了呀。但是到了下课，我爸又会说，同学们，我耽误大家2分钟，好吧。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同学他就更加应该站起来，老师，我们班一共45位同学，你耽误每个人2分钟，那就是90分钟啊，下课拢共10分钟，你还欠着80分钟，要不后面2节课你也别上了呀。我小时候成绩特别差嘛，所以我特别害怕一件事情，我特别害怕老师考完试发卷子。哦，你们觉不觉得每一个老师考完试发卷子就像一个他们的娱乐活动一样，他们特别喜欢掌控那种紧张的氛围。哦，有没有看过咱们国内一些歌唱类的综艺节目，最后导演宣布成绩的时候就是那样，对吧？那个欲说还休，那个抑扬顿挫，对吧？我爸也是经常就是来到班里把卷子往桌上一放，这一次期中考试啊，你也不知道他在等什么，咱们班只有2位90分以上。不是班长，也不是课代表，那么学习委员你觉得会是谁呢？更令我难过的是，这一次考试咱们班居然有位同学没有及格。我的天哪，这样的考试你都不及格呀，不想念别念了呀。啰里吧嗦半天，老师终于开始发卷子了。老师发卷子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他会在念名字和分数的中间有一段非常恐怖的停顿，你永远不知道有多久。一般是这样，李诞，这节奏太好。72，哇，你感觉72这个数字是他刚算出来的。哦，这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一般是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豆豆。哦，48，对吧？你们也感受到了，可怕的不是48这个数字，是之前的这个。哦，哎，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哦，像是资料快要死了一样。哦，我觉得我爸发出。哦，这个声音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声音，它比我的医生发出这个声音还要可怕。医生拿到我的体检报告单，哦，他还会想办法救我。谢谢大家，谢谢。豆豆不敢。Hey, what's up,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good? Okay, let's have some fun. 哇，大家的英文都很好的样子。大家好，我叫豆豆啊。前段时间呢，我下载了很多的 app 用来买菜啊。我发现现在很多的 app 他们的验证方式都很有趣，最常见的就是4个7扭8歪的英文字母，那个 x 长这个样子。哦，那个 h 更过分，长这个样子。
那个 K 啊，长这个样子，就每一个英文字母都像在参加女团选秀一样。我就经常输错，因为我是个女团爱好者。我经常错个十几、二十次的样子，我就发现现在的算法非常的精确，就是当你错的次数足够多，系统会自动的把难度降低到跟你智商相对应的等级。我经常三个 A 一个 B 通过验证了。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验证方式是为了筛选掉哪些用户的？肯定不是我这种虽然愚蠢但是很有耐心的用户。难道是那些从小学习特别好，见不惯别人字写的特别差的学霸吗？但是他们又是优质用户，对吧？而且这种验证码的存在啊，会让老师特别的难堪。我小时候就经常被老师说，豆豆，你看你这个写的啥呀？啊，字儿你都写不好，长大之后你能做什么呀？我长大之后可以设计验证码。我努努力还能当个医生什么的。对，听得懂这个段子的就是听脱口秀的优质用户。现在还特别流行一种验证方式，就是在屏幕的左边有一个拼图，在右边有个相对应的空隙，你要把拼图滑到空隙里面啊。这个时候系统会提示你，你用了多少多少秒，击败了全国多少多少的用户。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像我这种23、24岁的热血男青年啊，会被突然激发出那种胜负的欲望。有些时候我明明通过了验证，我还回到这个验证页面，我要再来一次。刚才是1.3秒啊啊、not my best. I'm gonna try it again. I'm gonna be the one. 他这个太强了，他这个全靠表演顶上去。我就发现这些 app， 他们在被下载下来之后，丝毫的没有想要跟自己的用户保持距离，他们每一个 app。都想要全方位的快速的热情的了解每一个用户的喜好，他想要获取你的定位，打开你的相册，打开你的麦克风。前段时间我下载了一个助眠的 app， 这个 app 它会在你想要入眠的时候播放一些白噪声，比如说下雪的声音，婴儿喝奶的声音。好羊奶选蓝盒，蓝盒绵羊奶全羊乳配方，好喝又营养。篝火的声音来帮助你快速的入眠。绝，仿佛没有打过广告。这个 app 它居然想要打开我摄像头的权限。哦，你是要看看我到底有没有睡着吗？我觉得人和科技之间还是要保持距离的，不然你不会觉得自己下载的是一个 app， 你会感觉自己交了一个非常黏你的网恋的女朋友，她想要读取你的定位，打开你的相册，打开你的麦克风，还有摄像头，对吧？而且每一个 app 跟那些缺乏安全感的女生都很像，她们每天每天会重复问你一个问题，她想要让你对她做出评价：你喜欢我吗？我好看吗？写到评论里 ，right now， 告诉别人，快点，对不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现代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前段时间我还下载了一个运动类的 app， 我听着还特别喜欢下 app。这个 app 我研究了一下，你可以在上面云直播自己跑步，这就意味着有人可以云观看你跑步，他们甚至可以为你喊加油。你收到了一次加油。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上一次跑步被别人观看是什么时候吗？是我高中大扫除的时候，跑出去打篮球被我们教导主任抓住了，把我们在操场上跑圈，来呀，跑起来，打篮球不是很厉害吗？我觉得跑步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因为它的过程很长，但我只想让你看到我的结果，我跑完之后瘦了，自我提升了。多少人在朋友圈发的都是跑完之后的路线图，没有人会发自己跑步的时候动图的。还两圈，没有人会发这个的，对吧？而且你们能够想象，几个？三个。我跑着跑着，耳机里传来教导主任的加油声吗？来呀，跑起来呀，打篮球不是很厉害吗？我今年24岁了，我发现到了我这个年龄，我跟长辈之间的距离好像慢慢的拉远了，有些时候是被迫的，因为他们越来越不懂我了。我的外婆就不理解我为什么不爱吃早饭。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爱吃早饭，早饭在我们生活当中占的比重很小，我们可能一片面包，一杯咖啡，一天的生活就开始了。但是在长辈的概念里面，早饭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我们家早上要炒菜了，要煮一锅粥，一大锅粥供一家人喝。每一次外婆把那锅粥端到桌子上的时候，
我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我们家有这么多人吗？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my family? 那锅粥啊，从早上6点钟开始煮，差不多到9点钟我去喝，那就不是一锅粥，那就是一锅饭，加了水的饭，湿润的饭。我们家早上喝粥用筷子的，那锅粥厚的，我把筷子插在那个粥里面，那个筷子能够站在那儿，然后像小区门口的停车杆一样缓缓滑落。我是真的喝不下去，但是我的外婆更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到了半夜12点，我喜欢看一些吃播。现场有喜欢看直播的朋友吗？有喜欢在半夜12点看直播的朋友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像我这种23、24岁的热血男青年，到了半夜12点，身体上有个开关被打开了一样，我对食物的那种渴望啊， Oh my god, I'm hungry. 真的是，他的语气词全是用英语来完成。而且那些 UP 主，那些主播，他们吃的那些垃圾食品好像越多我越开心，10桶泡面，20个鸡腿，因为这种事情你平时敢想不敢做了，但是有人替你做了，你就满足了心中的那种好奇心和犯罪感，对吧？这种理念你很难传达给外婆，她也理解不了，你举不出那种特别健康的例子，没有人直播的时候喝粥的。你打开任何一个直播软件，没有一个主播会说，各位老铁，今天咱们喝粥啊，一大锅。哎，我看弹幕里有朋友说这是饭，这不是饭，这是外婆煮的粥，好吧？谢谢大家，谢谢。朋友们过得好吗？过得开心吗？最近？大家好，我叫豆豆啊。我最近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我改掉了一些坏习惯，我已经不在坐地铁的时候玩手机了，因为我觉得站着玩手机很累，也很伤颈椎。我现在喜欢在坐地铁的时候做一些别的事儿，看别人玩手机。有一次，一个大哥早高峰很挤啊，在我的边上用手机看美剧，我就跟他一起看，但是他是戴着耳机看的，我听不清，观感体验很差，我就贴着他。然后这个时候谢耳朵说了一句话挺好笑的，我就笑了出来。我大哥就回头看了我一眼，很生气的样子，我说咋了大哥，你没有听懂吗？大哥说我听懂了，我说那你不笑。他应该听懂了。前段时间有个剧很火叫隐秘的角落，所有人都在看，我也在看，但是我是那种追剧很慢的人，大家都看完了我才看到一半左右，我就发现我身边有一些人啊，他追剧很快，他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有一天也是我在吃饭拿手机看这个剧，一个同事走过来拍了拍我，哎呀豆豆啊，你才看到这儿啊，我都看完了呀。哎，你是不是不知道最后张东升怎么样了？那我不跟你说了，你到时候说我剧透。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剧他看完的就像他拍完的一样，它只是一个时间跨度的问题，对不对？我只是完成的比较慢了一些，我迟早也是要看完的。而且我觉得这帮人他们只在追剧这一件事情上对时间特别的敏感，因为我感觉身边从来没有那些比我年长的朋友会跑过来跟我说，豆豆啊，你才24啊，我都48了呀，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最后没有嫁出去？没有这样的人。你只要停，让大张伟有时间思考。前段时间我一直在追一个综艺叫动物世界，对，我把它当综艺看，很好看，因为我原来以为它只是关于动物的纪录片，其实不是的，里面有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旁白，这个旁白很厉害，会给每一只出场的小动物都串上一条故事线来吸引你继续的看进去。首先他会给大家都先起一个名字，比如说这只年仅3个月大的肯尼亚狮叫 Kevin， 旁边的这一位是他的母亲詹姆斯 Linda， 也是整个族群的掌门人。今天将会是 Kevin 第一次参与族群的狩猎活动，他们的目标是这一只雌性的非洲鹿 Amanda。这也将会是 Kevin 第一次领略到非洲大草原上亘古不变的道理，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接下来整个45分钟，詹姆斯家族都在那里发呆。阿曼娜就在边上吃草。阿曼娜心里都等着急了呀，
不是说好要吃我的吗？怎么还不来？餐前祷告吗？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整个画面相对来说是比较静态的，就是一群正在发呆的狮子和一只正在吃草的非洲鹿。但是串上旁白，你就想要继续看下去。而且但凡狮群有一丝丝的风吹草动，比如说一只狮子突然站了起来，旁白又起了。阿曼达俨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一步一步地向他靠近。这个时候阿曼达会来个这个。朋友们，这个段子我最多演到30岁，往后演身体会出一些问题的。阿曼达在被吃了之后，极大的激发出了凯文对于捕猎的兴趣。8个月之后，他已经成为了詹姆斯家族的捕猎好手。今天他们在大迁徙的途中遇见了一只落单的水牛帕帕里阿布拉卡。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到水牛就是正儿八经的非洲名字帕帕里阿布拉卡。阿布拉卡正在河边喝水，他俨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一步一步地向他靠近。Kevin 从右侧方靠了过去，所有的同伴都读懂了 Kevin 那充满杀气的眼神，刹那之间捕猎开始。这个时候就会有一段扣人心弦的非洲鼓乐伴随着那一段旁白继续推进着故事的进行。哇，现在都要比这个了吗？哇，有他跟王冕果然是属于一组，活太多了，活太多了，活仔真的很危险。阿布拉卡嗅到了一丝危险，他开始拼了命的狂奔，殊不知自己跑进了詹姆斯家族设下的严密包围圈。但阿布拉卡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他的眼里只有一件事，生存。只见这时凯文一个箭步扑了上去，每次到这的时候你就知道整个片子最紧张的时刻来了。我在电视前已经这样了，但是每每到这的时候，画面里就会跳出来一个小老头一个小老太太在那跳舞。今年爸妈不收礼呀，不收礼呀，不收礼。哦，这个段子我可以演到70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叫豆豆啊。我发现长大了之后的我啊，变得非常的理智和敏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无意间听到过别人打电话。我发现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他们所处的情境的时候，你是很难理解他们对话的内容的。有一次我听见一个男生打给他的女朋友，他们应该是发出了一些争执，男生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绪，直到有一刻他忍不住了，他终于说了出来。我至今没有理解那句话，我不允许你今天这么不开心。我当时就在想，你有什么权利？我不允许你这么恶心。这种都能演出来，很难演。是，我感觉现在身边的很多陌生人啊，没有像我小时候那么友善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在路上走着走着，相向而来一位行人，有些时候人会莫名的变得很默契。比如说你往右，他也往右；你往左，他也往左；你左右个虚晃，他没有吃晃。哦，他当下非常的懂你，他堵住了你的进攻路线，他就是你的最佳防守球员。Not today, I got you. 但是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会停下脚步，让他从我的身边先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安全、比较理智的行为。但是前几天我遇到了一个大哥，我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往右，他也往右；我往左，他也往左；我左右个虚晃，大哥不吃晃。我说 OK, 高手啊。我就停下来让他从我的身边先过去。但是这个他大哥他在经过我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举动，他啧我。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原来我觉得双方都没有问题，但是他啧我就感觉好像是我做错了。我就揣摩了一下他的想法，他应该是觉得，哎，你是不是觉得你挡住了我，所以你才会停下来让我先过去。我们身边就是有这样的人，他就会先入为主，他是默认为对方是先做错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下次我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应该更加敏锐和警觉一点。我可以让你先过去，但是如果你敢责我，我就敢绕回来。哎，说谢谢，这种事儿不能吃亏的呀，对不对？我现在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啊会发布所谓的挑战 A41 挑战，
踢瓶盖挑战，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这种挑战这个词听起来就特别没有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在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应用场景。 A4腰挑战，谁要炫耀自己这样的身材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你见哪个模特走 T 台是这样走，对吧？你带纸了吗？我想写几个字。没有，但我有 A4腰，来你写我这儿。那踢瓶盖也是，对吧？是看起来很炫了，但是谁要这样开瓶盖？生活当中没有人这样的。男女生出去约会，女生对男生说，哎呀，我这个盖子开不开，你帮我开一开。男生说 hold on。 哦，你拿好了，站稳了，好吧。哎呀，是不是踹到你 A4 腰了？不会有人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是什么把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小时候还是那种充满童真充满幻想的一个孩子。没听到梗，为什么就拍了？啊，对，我也不知道。父母是会很理智的来教育你的。比如说，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被父母问过这样的问题？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梦想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听起来看似非常的宽泛啊，但是其实是有标准答案的。老师、医生、科学家、律师，一般只有这几个职业能够被称之为工作，其他的统称为打工。我小时候我就特别想当一个奥特曼。我觉得奥特曼太酷了，我就每天想，天天想，念念想，就那种小孩的自我洗脑是很强的，以至于有一刻我就觉得我可能我就是一个奥特曼。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共通的地方，我们都喜欢打架，我们都非常的自信。奥特曼最自信的时候就是他放大招的时候，我最自信的时候就是老师上课提了一个问题，我好不容易知道答案举手的时候，我们连自信的动作都一模一样。所以这么重要的消息我要告诉我身边最重要的人，我妈。我就挑了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六一儿童节，我就跟我妈说，妈，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奥特曼。朋友们，假设我是一个来自影视剧里的孩子，我妈一定会半蹲下来对我说，哦，我亲爱的小詹姆斯，是的，没错，你就是一个奥特曼，所以你长大之后会去打败怪兽，战胜邪恶，拯救人类的，对吗？哦，我亲爱的上帝呀，我可真为你感到骄傲，对吧？这个场景你在很多的影视剧里看起来都还挺合理的，对不对？但是当时我跟我妈说，妈，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奥特曼。我妈是这样回我的，百分百还原。早知道再生一个了。奥特曼，奥特曼你咋这么厉害呢？来，奥特曼你过来，你过来，我不打你，你过来。我问你，你堂堂一个奥特曼语文就考七分，咋了？你们奥特曼不说话呀？啊，别哭了，今天六一儿童节啊，我不允许你这么不开心。谢谢大家，谢谢。